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觉得我的第二梦想应该是做一名传承美的艺术家。也是跟艺术相关的一份工作，有没有更具象的？比如说，或者书法，或者舞蹈，或者说之类的。美术吧。美术。绘画，对。所以你画画很好。有机会希望期待一下。好，谢谢你未来那个画家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